长江流域干旱还没结束，位于江西省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持续干涸，新子水位监测站水位退到 7.99 公尺，创下有记录以来由枯水位退到极枯水位最快的一年。六月下旬以来，我们全省这个平均降雨啊，较往年同期是偏少了60%左右，然后蒸发量又是同期降雨量的2倍。七月以来啊，这个长江中上游来水较同期啊偏少了40%左右。受到汛情反扑影响，常年泡在鄱阳湖中的水中古城洛星墩水落石出，周边还变身茫茫草原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。另外还有大陆网友发照片表示，在鄱阳湖湖滩发现大陆国宝级动物长江江豚搁浅死亡。虽然死因和干旱有没有关系还有待厘清，但陆媒报道今年提前缺水的鄱阳湖的确发生好几头江豚死亡的情况。首次在南方这个汛期开展了大范围的人工增雨作业，此外啊，各地也积极开展了这个地面的人工增雨作业。初步估算，那么人工增雨作业的一个影响面积呢，达到145万平方公里左右。即便已经入秋，南方多地还是高温缺水。官方执行飞机人工增雨已经累积75架次，共211小时。大陆国家气候中心表示，今年秋天华中南部和华东大部分地区降水，预计还是会比往年少2到5成。再加上秋台减少，很可能出现夏秋连旱的情况。虽然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还没有从缺水缺电的困境解脱，但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中心重庆宣布，著名景点洪崖洞已经可以恢复外墙造景灯，夜游长江和嘉陵江的航线也能恢复行驶。 TVBS 新闻张志敏、林敏珍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